genius engineer. 喂喂喂，为什么同样是一天工作八个小时，你打出来的铸件比别人少那么多？是不是一天天都在摸鱼？我每天都很认真的上班，好吧？那你讲讲你每天都在干什么？我早上八点钟上班，PET塑料又不能直接打，我得先去烘料啊。你这烘个料哪要这么久啊？你以为呢 ？PET 塑料烘干要整整4到6小时了，烘完料就中午下班了。<笑>那你下午总能开始打了吧？ 我下午一上班就开机了，不过螺杆是不是要加热啊？一加热一个小时就又过去了。下午3点才打出来第一个产品，你真的好意思啊！太早了，我还排掉螺杆里的废料，模具动作对不对？接手动作对不对？这一切都没问题了，才能正式开生产。那你几点能打出来？4点左右吧。5点了，快到点了，我要关机去了。 我这是造了什么孽，找了这么个天才。